这块材料的上面已经给它锯掉了一点，是打算用来雕刻一个九尾狐。狐狸的尾巴是比较蓬松的感觉，里面也要掏空。在已经构思好的前提下，就给它直接锯成了这个形状。还是用笔来稍微描述一下个人心里的想法。狐狸的身子是比较娇小的，前端这个地方就给它设计成头部，往下面延伸一点就是它的前腿。转动到这边也给它稍微的画一下，做到心中有数。换上大号的玩球刀，开始进行定位。因为头部是比较小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给它打掉。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制作过程吧。雕刻到目前这个样子，打胚已基本完成，后面还有精细雕刻、磨光、抛光等等繁琐的程序，就不再一一拍摄了。跳过那些环节，这就是最终成品的样子。感谢朋友们耐心的观看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